主席，剛才我提到有關這個修訂案474，有關這個律政署的法律政策綱領下這個組方面的撥款呢，我是要求這個刪除。剛才我提到有關這個組在這個仲裁基本法方面同埋同內地嗰個法律聯繫方面等等嘅意見。咁我跟住要講嘅呢，就係有關呢個嘅佢其中一個未來一年嘅工作裡面嘅重點，就係提供適時可靠嘅人權法律意見，包括有關反歧視法例嘅意見，以及出席聯合國條約監察組織的聽證會。主席，我就未去過聯合國的會議，但是有不少的團體，包括在立法會裡面有些政黨，或者香港一些人權監察組織，或者過去有一些特別的關於事例歧視性的東西，我最記得那時候吳靄儀議員是多次這個出席，而且每次回來呢都是表示這個極為的憤怒的。咁因為有關香港政府在這個聯合國裡面所作出的報告呢，剛才有些議員都講了少少的事例啦。即係基本上，即係第一，我絕對相信這一班的專業人士嗰個專業的水平同埋佢本身的獨立性。咁但係最後決定啲報告邊啲出得街，邊啲唔出得街，邊啲重點要講，邊啲唔講呢，絕非係呢一個組嘅成員嘅決定。咁但係每一份報告，如果係關注香港人權同埋了解香港人權嘅實際情況嘅朋友呢，睇完呢啲報告呢，我諗普通同埋普遍嚟講呢，必然會有一個嘅簡單直接嘅感覺呢，就係份報告唔真確。份報告裡面是不盡不實，份報告裡面有不少的講法呢，是不能夠真實反映到香港實際人權的狀況和一些人權問題，即特別涉及到政府關於人權裡面應該要做些什麼事呢，很多時呢都是極為這個的敷衍同埋呢是不盡不實。咁所以我哋睇返呢啲問題，同埋實際上頭先我同阿長毛都就返香港警務處同埋呢個保安局，即係就返呢個嘅警方濫用權力過分使用暴力等等呢方面嘅情況呢，啲例子可以話係即係數不勝數嘅。我啱啱就一個嘅網台嘅節目做咗呢個嘅錄影呢，我哋就啱啱邀請咗一個前飛虎隊嘅成員，一個係即係曾經做過警校教官，係呢個嘅軍火嘅教官同佢傾咗即係大半個鐘頭，就係同佢訪問有關呢個現時警隊使用呢個武力包括用胡椒噴霧開槍同埋對啲示威者一啲和平嘅示威者嘅手段呢，基本上佢都表示一個好清楚嘅態度呢，就係以佢嘅專業經驗同埋佢做警校教官嘅時候呢，即係現時呢一啲前線警務人員採用嘅手段，或者佢上司落令作出嘅手段同埋方法呢，喺佢專業嚟講呢，覺得係絕不應該有咁樣嘅行為。咁所以從一個前教官係咪佢呢個90年代同埋2000年即係嗰段時間，加好多啲警隊嘅高層呢，現時警隊某啲嘅高層呢都可能係佢教出嚟嘅。咁而當然佢亦都講過呢，即係原來20%嘅學員呢係內地嘅即係人員嚟嘅，有啲係公安，有啲可能係即係各部門嘅人士。咁所以睇返即係呢一個嘅呢個部門呢個律政署裡面涉及到即係提供呢一個法律支援同埋法律意見、專業支援呢方面嘅即係組別呢，所作出嘅即係工作同埋嘅表現呢，係對佢自己定嘅範圍
所講嘅嘢同埋所要作出嘅嘢咧，基本上係未能喺我自己嘅立場嚟講咧，係未能夠合理地做咗佢應該做嘅工作。簡單嚟講咧，就肥佬嘅係嘛？我哋睇到回歸之後，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等等被呢個惡化係嘛？咁至於啲機構可能未必做到助紂為虐嘅地步。但係起碼咧，喺佢個部門方面咧，係唔能夠用佢嘅專業嘅知識啊，同埋佢個部門嘅影響力咧，係意圖捍衞同埋保障香港喺呢方面言論啊，新聞自由等等呢方面咧，人權方面嘅咧，應有嘅態度同埋應有嘅水平啊，你唔能夠阻止佢惡化，咁不如成個部門鏟咗佢啦，唔好浪費錢啦，係嘛？嗱，呢一個組其中一個工作咧，就係就政制改革和發展以及選舉嘅事宜，包括補選及選舉後嘅事宜咧，提供呢個法律意見。頭先提到呢個嘅政改嗰部分，基於司長嘅態度啊，咁呢個曖昧啊，同埋咁軟弱咧，咁就其餘嘅工作咧，基本係可有可無。既然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咁不如就終止，唔好做啦。另一部分定咗年度嘅工作就係遵照基本法的內容，就立法權力、程序同埋常規建立專門嘅知識咁。咁我都好想知道佢哋呢一班人就翻呢個愛國愛港啊呢一個嘅特首候選人嘅要求，真係唔係符合基本法呢？希望都聽到佢有一個嘅講法係嘛？咁但係我相信都冇乜可能，因為司長自己本身啊兩個司長，一個司長就鵪鶉唔出聲，一個司長就一錘定音啊，基本上就定調。咁所以就翻基本法其他嘅問題，你點知道佢邊一啲？是受呢個政治壓力唔敢出聲，邊一啲係受呢個嘅政治嘅指令係嘛？扭曲呢個嘅原意，或者係等佢埋沒，令佢哋埋沒良知，唔願意或者唔夠膽啊，表露或者係提出佢個分析同埋個見解。咁既然喺家咁嘅政治氣候之下，呢成八個嘅員工基本上係唔能夠一展所長、暢所欲言嘅話咧，咁不如就將佢呢一個嘅一刀。終止了斷。仲有一啲工作咧，就係對內地對口機關建立工作關係，以處理香港特別必須要內地合作辦理的事。我都唔知係乜呢個啊，與內地對口機構咁啊，大家齊齊飲茅台啊，大家齊齊好似廉政專員咁啊，齊齊食牛雜啊，用公帑係嘛？我哋最驚同內地機關嘅對口。仲話建立呢個工作關係，又唔明確講係乜，係嘛？又冇報告，又冇交代，又冇機，又冇跟進，好多時都唔知喺邊度做。喺香港做咧就可能好少少，翻內地做咧，好似我哋689咁樣差唔多每個省市大嘅城市都邀請佢翻內訪嘅話咧，基本上又係建立另一種嘅貪腐嘅聯繫、貪腐嘅關係咧。呢個並非香港市民嘅福祉，係嘛？一陣間講到內地事務部呢個政制嘅內地事務局嘅時候咧，我會再講一啲同內地機構單位長期聯絡嘅官員咧，嗰啲嘅思維同埋價值嘅改變係嘛？完咗工作之後咧，就停留翻喺內地做顧問，真正揾水係嘛？咁所以咧，一涉及到呢啲咁嘅內地聯繫啲嘢咧，我就感到痛心啊，同埋驚心啊，都唔知道。呢個好似柏洋所講嘅染缸咁咧，其實內地啲官僚架構其實係對香港官員嚟講咧係一個嘅大染缸嘅。啊，我唔知呢度啲有幾多人睇過柏洋係嘛？喺我哋嘅年代成長咧，好多人就睇過柏洋嘅書籍係嘛？特別呢個染缸嗰、那個掌缸嗰個嘅描述咧係可圈可點。當然佢掌缸嗰個掌咧係有。暗示呢個蔣介石，佢又叫蔣，油，醬油嘅醬啊。咁但係咧，好多時就讀成蔣咧，就係諷刺呢個蔣介石嘅啊。咁呢個係中國語文嘅一個嘅寫呢啲文章嘅一個政治嘅
即係特色係嘛？咁佢基本上係諷刺蔣氏王朝啊，呢、這個蔣介石嗰個嘅專權嘅問題。呢、這個題外話咧，咁涉及到呢一個同內地機關嘅建立咧，即係呢、這個啊將光啊讀正確啲啦啊，咁就其實咧係一個好。對香港嚟講咧，並非有利，所以既然呢一個喺文化交往方面，喺呢個接觸方面，即係逐步對香港構成腐化嘅話咧，咁就應該要斷絕啊呢方面嘅聯繫。台灣就好清晰啦，啊做得好呢、這個嘅成功，咁啊香港咧應該係引以為模範咧，係要跟隨台灣啊呢、這個服貿嘅做法咧。咁啊，將逐步呢一啲嘅聯繫咧，要逐步呢個嘅斷絕，咁樣樣咧，香港至有機會真正發展成為一個國際都會，啊，就唔係咧變成一個腐化不堪嘅紅色王朝管治下嘅啊，即係一個腐敗呢個都市。嗱，就另一個工作咧，就係話要推動香港成為區域性的法律服務和解決爭議的中心。咁啊，表面上就原則上，即係呢個係好事嚟嘅。如果真係做到，但係我哋喺地區上接觸啲投訴，我諗每一個議員都接觸即係不少嘅投訴啊，關於香港市民喺內地受到呢個不公平、不合理，或者係一啲即係可能甚至係非法，喺我哋嚟講係非法嘅對待，係咪？內地啲即係公安嘅行政嗰個嘅拘捕權，即係監禁權，係大到無倫嘅，係咪？好多就未審先判，係咪？最後就要逼啲人呢，即係就要基於一啲糾紛，涉及到商業上嘅糾紛啊，一啲嘅房產嘅糾紛啊，一啲家族嘅爭拗啊，咁咧就往往就會即係構成咧呢個嘅仇下之怒，咁而咧係要不但身心受損啊，財政上咧都受到呢一個嘅損害。咁即係基於兩地法律、兩地文化嘅唔同咧，就唔好咁呢一個嘅咁大嘅野心。當然梁振英不都想做㗎啦，係嘛？呢個就眼高手低啊，自己咧就未做過任何嘅真正嘅管治嘅工作，咁咧就成日都想咧，即係好似當年董建華一上任咧，就話要香港又要做啊呢、這個中藥港啊，又做呢一個數碼港啊，港咧就講到無敵，最後就俾人揾笨係嘛？即係成為呢個嘅地產，咁所以你要成立呢啲中心啊，當然。梁振英能夠上位就係靠呢個嘅籠絡呢個專業界，係咪？我最記得即係廿多年前咧，佢已經成立好多專業組織，帶啲人翻大陸，跟住咧就話呢啲專業團體日後可以喺內地發展咧，就令到啲專業嘅人士咧，即係有好多嘅憧憬咧，就認為日後會發大財。但係我識得有啲部分人士入到去咧，真係就俾人呃，即係俾人欺騙，或者俾人哋呢個欺壓咧，即係最後就身敗名裂啊！啲例子咧係數不即係數不勝數。咁所以你話要成為香港呢個區域性嘅法律服務同埋呢個嘅和解爭議中心咧，即係隨時就即係幫啲即係紅色即係貪腐嘅資金嘅流嚟香港，或者將一啲即係貪腐人士嘅問題咧，係透過呢一啲嘅服務咧，係得以呢一個嘅舒緩同埋解決。咁啊，隨時因為呢一個嘅發展咧，隨時將香港成為貪腐之都都未定啊！咁所以絕不適合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個既然唔能夠，同埋亦都冇任何嘅好處咧，理應係要解決同埋呢個禁止去做呢方面。嗱，第就完噶啦，主席呢方面最後一部分佢個工作就係安排講座、研討會、訪問活動和為內地人員而設嘅培訓課程，以增進香港特區同埋內地雙方法律制度。巴拉巴拉巴拉，我唔詳細讀啦，因為話我呢個長呢、這個即係瑣碎無聊。嗱，我哋睇翻呢方面咧，其實完全冇咁嘅需要嘅，係嘛？即係我哋強國。有呢個嘅中央政府嘅支援，哇！你見到佢哋嗰啲個訪問團，英美加澳紐，全世界各地都去啦，係咪？香港唔好咁自大啦！你而家香港俾人指責，你淨係靠啲自由行自支撐到啫嘛？你香港人家可憐到要靠呢個自由行啊！咁所以唔好諗住哇！你有啲咩研討啊，有啲咩嘅專業嘅經驗啊，可以同佢分享係嘛？根本就你個夜郎自大，咁我哋都係要即係。
這個嘅自己勤力少少咧，做好我哋嘅工作，做好香港嘅本位，這個強化翻香港嘅即係機制，以免咧香港淪為呢個腐化之都。